符号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魔力的标志，它从来不说话，却能够取得所有人的理解。而不是进入话题，神秘符号的趣味历史，新型符号的故事。叫是这么叫，但稍微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人的心脏是心形的。爱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说法主要有几种：一、两只天鹅彼此靠近亲热的时候，画面是爱心形的；二、古希腊人崇拜女性骨盆，而在他们的眼里，女性骨盆是心形的；三、心形的常春藤叶被古希腊人用来代表古希腊神话里的狂欢之神狄俄尼索斯。第一次符号的故事，拍照想不到更好的 pose， 那就给大家比个耶吧。很多人都知道 V 代表的是胜利 Victory，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胜利呢？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人放出狠话，一旦抓住英国俘虏，就要剁了中指和食指，让他这辈子都无法开弓射箭。于是英国人就用伸直中指和食指的手势反过来向法国俘虏示威。蛇杖符号的故事，仔细看你会发现，很多医学机构都把双蛇缠绕手杖作为徽标，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将错就错的故事。希腊神话里，商业之神赫尔墨斯手持一根双蛇杖，医疗之神阿斯科勒庇俄斯手持一根单蛇杖。100多年前，一位美国军医搞混了这两位大神，把跟治病没有一毛关系的双蛇杖做成了徽标，然后全世界一不做二不休，沿袭了这个标志。皇冠符号的故事，全天下这么多人里头，戴着皇冠的那些最惹不起。小小的皇冠是如何成为象征最高地位的符号的呢？在宗教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年代，皇帝为了把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就必须要让世人相信自己的权力是神赐予的。办法之一就是模仿耶稣等神明，让自己的头部也自带金色圣光。于是世界上第一顶金光闪闪的皇冠就诞生了。点赞符号的故事，同样是一根大拇指，向上和向下意思天上地下。故事要从古罗马时代的竞技场说起，当时场上的规则是皇帝拇指朝上，胜利的角斗士挥剑刺死败落的角斗士。皇帝把拇指握在掌心，则是在命令胜利方把剑插回剑鞘，剑下留人。由于人们对法国名画角斗士的误解，到现在演变成了向上 good， 向下 bad 的意思。小伙伴们，你还想知道哪些符号的起源呢？留言评论吧。